你学的不是 Q 吗？ 这边中单艾克人朱莉啊，把那个说二战等于难混的那个小伙伴封了啊，谢谢。 哇，不得不说你这挖野胆真大，胆是真大哎，在我们野区动土动手啊，在太岁头上动土，胆是真大，这挖野区在这里动手，我操，胆子是真的大，我他妈再瞎，我也会比艾克先到啊。 单卡，我承认有抗这成分，但是单卡，但是我没有闪现，我没有闪现的，我得小心一点啊！我没有闪现，挖野区也不好抓我，有一说一啊。 我不动，他不知道在哪里，他听不到我。我不动啊！这挖野区就有点像那个看了一个电影《寂静之地》啊，你不动就行了，不动他就是瞎子，哎，他跟丧尸一样啊，你不动。 看我的口型，兄弟们 ，beauty， 跟我一起念 ，beauty 啊 ，beautiful， 抓紧时间上前锋了啊，来不及解释。 我说实话，我都忘记这5块钱的事情了啊！这家伙竟然还记得，我操！真的是，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啊！真的是，我觉得我这5块钱，我说要给他，他都不会要的。我说实话啊，他张不开这个嘴。
王子王子。快秒快秒，上学二了！哎呦，结果哎呦！法型没乱吧，兄弟们啊 ！PK 法型不能乱啊 ！PK 法型不乱。玩过玩闹归闹啊，别拿发型开玩笑。嗯，我是不是应该吃个杜腾再回家的？还好没掉，没掉可以接受。这种大娃他必死啊！矛盾在有二的情况下，基本上艾克是开不出大招的，伤害足够的啊！他一点防装跟血量装都没有的，矛盾就是这个装备，还配合一个泰坦，二根本开不出来。能感觉到我们这一队好像操作失误了啊，很懊恼，发出了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乱码。他妈应该要来了，我看能不能刮到他啊，大概率是刮不到的，刮不到就是哪里他，我不杀他。再撞一头，血着，其实我想出永霜，哎，这把我想出永霜，这把对面一个那个进化都没有，而且这种英雄都很怕我永霜，但是歌就是自信啊，两个字，自信，一首歌。请你不要再迷恋歌，歌只是一个传说。哦，你这狗都勾到西伯利亚去了，操！你敢揍我啊，你就敢揍我啊，石头也打出来，后面一群保镖啊，索性我就往上走啊。
雷迪 A 了一下那个小兵，好像是 A 了他那个东西，那个 A 了一下那个什么来着？雷迪 A 了一下那个三郎，好像是。我要给他一个盾啊！哎，我他妈就怕这玩意过来，我操！还是两个，难受。哎，这波闪出掉了，我操，难受。这波闪出闪，我要杀我，他必须得有闪啊，因为他只能从这个位置出来。我在这个位置，他钻出来也杀不了我。哦，难受，难受。嗯，找的塔的血量太少了，1000块吧，应该是900。不行，那小龙我就不能上去。我吃，我吃，我吃。这个峡谷必须得我吃啊，因为我要进入待机阶段。我现在进入待机阶段的话，我得吃这峡谷了啊。
我抓紧上一千分了，上一千分之后我又冲丛林蛋白去了，兄弟们。这两天上分节奏啊。你人呢？我怎么知道你人呢？你都不知道你人呢？你贴墙给他们暴打，那怎么办，兄弟？我贴墙啊！对面所有人，对面全是那个射手，贴墙全都打到的。有眼这里吗？那不去了。这一旦有眼的话，我这位置就很危险。其实我想带上路去的，因为他们上路一塔吃不了，但是二塔我虽然有峡谷我也推不掉，我最多只能吃个，最多只能去放个二塔，放个峡谷就打不了了啊！我不可能推过去的，除非我的泰坦崩瓦这是眼全不好，然后不会过去。哎，真的大，让二过来。突然不想赢这把还必须得主动压啊，对面全是刺客，还是有死的风险的，没双招的话很有可能会死。这挖掘机的装备有闪现也是能杀我的，但打团他们是打不了的。我叠个被动，
他们打不了，他们女警在线上，他们打不了。一个人就四个人吧，我操！哎，不是你们打龙去啊？你们在干嘛？我操，是主力队友。打龙去啊，大哥，他们打拿什么打龙啊？我操！哎呦，我这蠢逼子，我往 W 上走，怎么的？完了！我操，他们往 W 上走，我操！打小龙啊！我走到他大 W 上去了，我操！我操，蠢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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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随便打都能赢的局，这个打翻了呀！哎，这不刚才盲僧应该去打小龙的，我们盲僧打小龙，我们四个往那边走就可以了，他们不可能打得了大龙的。盲僧有点嘚儿，没什么智慧，这盲僧啊，有一个人打小龙就可以了，盲僧打小龙就可以了，我们四个往中路一站，他们拿什么打大龙啊？哎，怎么我蠢了？我他妈往他 W 上走了，我靠！怎么那么蠢啊我？我不死随便赢的团，真的，我是无敌的，这现在。牙带吧，这死的好蠢，真的。哎，我这波没隐身了，操，这波隐身好了。好吗？还行吧。我操！我操，这很尴尬呀，这真的很尴尬呀！我操，一点都不尴尬，哎，尴尬，哎，尴尬！哎，我这波打的有点菜了，我这波其实应该跟他们家里的啊，这波我，哎呀，我这局好菜啊！说实话，我这把应该是血系 MVP 的那种。我这波应该直接陪他们家里去的，我陪他们家里去啊，应该会更好，也不一定。其实我这边有好多选择，我可以不飞。我不飞的话，我就不让他们回家啊，不让他们回家就行了。好菜，明明那么好赢的局啊，给我打成这样，好菜好菜。哦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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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完，哎，没完没完，差点完了，但是没完。别乱勾啊，兄弟！我他妈见人就勾啊！
我菜篮不能 Q 啊，菜篮就往回拉下去了，他们过来谁过来就找机会大拉木后排就行了，他这个 Q 过去不等于莫拉给个盾不直接送吗？我操，拿下！哎，好在有惊无险啊！哎，我说实话，我那。